中國製鎖行業咧就基本上70年代嗰陣時咧開始做掛鎖，80年代咧就做球鎖，90年代咧就演變到插芯鎖，到2000年咧出現咗個文碼鎖啦。文碼鎖後嚟咧就發展咗智能鎖，到現在為止咧就智能鎖同物聯網、智能家居發展到今日應該比較成熟噶啦。